原来在海边去耍，还是大朋友噻。好快，我们走了。好。吃饭嘞。走，出发哟。走。我们走一步了。走。我们先走那个金沙滩去耍。要得。这是正宗的大海，大海老汤来了，来看你来了。金沙滩，欢迎你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星星亮亮的大海，今天终于来了。那个小狗可以带下去吧？可以，搁那个摊位上。哥摊位上，哥那个俺妈就坐的椅子大伞，就晾上去了那点。海龟也可以看看海，不怕，不懂。走，往那边走。他们的花桃儿些花得好玩。走，走海面去耍。哦。上不上？哇塞，好漂亮啊！好凉快呀、啊！开始，上不上？这海的起不得，起不得。还有在里面游泳的。今天都下一个耍的地方去，现在人都耍的差不多了。好多人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啥子船喽？这个景区不得了哈。哎。买三个老苹果来吃。这才是正宗的老苹果，晓得不？出来耍呀，在那坐起歇凉。你们都是海鲜的哈。是吗？在那冬天买，在菜市场。是吗？海鲜市场到了。这个海鲜市场有点大哟。全是海鲜。35。我出一斤啊。那个龙虾都大哟，大龙虾。你看那个龙虾起码有一斤多。包了装走了吧？一个100块呀？啊，可以。买了一条多宝鱼，那是59哈。要拿去加工。鲍鱼几个？鲍鱼9个。那就用那个胶质了。哎，那个鱼青的。那个鱼清蒸吧，清蒸龙虾是丝儿，龙虾和对丝儿开店，喝了半杯子还是第一次吃那些。虾，嗯，好快啊！哇，闻起好香哦，好有食欲哦。小哥买这杯，这个好安逸啊。那我坐着看一下来，小哥啊，我先吃那个。喝一瓶那个老陈可乐。那啥子？嗯，啊？在这儿呀。带着你，带着你。开玩笑，那些专业加工的，掏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皮子。这是那个皮皮虾噻。煮个虾子。
等下次出来哈，好。嗯。这个鲍鱼肯定好像是鲱鱼啊。这个味道可以。压轴才来的。他不给你挂，你就打110，什么都不说。鱼还是好吃。都很高。嗯，来包一回。今天请阿姨来的。来，我来切个大龙虾。那个时候很安逸啊。有点那个叔叔。哎，那个大龙虾切的那个肉好安逸啊。他们好像那么贵呀，一百块钱。价格费都不算的嘛。就是那个鲍鱼啊，还有啊。新加坡那些。那个鱼吃起好细。细真。这就完了吧，那个大棒，两个。哇，跟那个黄黄安一样。好大一个老虎！两个等着。第三，一个上来了。老上面的，俺那不送啥的，送自己的。再不用胳膊。可以。有吗？有点硬吗？有。我来等待。哦。嗯，那个肉切起来也干。不是。嗯。哎啊。看我好精哦，你是，我像小娃儿呢。来来，再来点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来啊。包一身肉都来了。啊。哦。再来，再来，我过去了。好大头肉啊！为了我们这次那个青岛之旅圆满结束哈。玩的开心噻。